后面好像这个有不同寻常的声音。后面看下来，你们比较大的龙冲一波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黄龙呢，比我们大，你就可以先冲嘛。有点小龙，有点小龙，看到没有，在干我们的白龙。这个小龙老外，小龙干的，死了死了。过来吃肉，过来吃肉。哦，对面有个大龙，看到没有，在吃肉，干啥？兄弟们冲啊！哦，这个黄龙是自己人，这个黄龙。这几个霸王龙好像也不行了，趴在地上。啊，这几个霸王龙不行了，我们敢不敢拼一波？啊，兄弟们冲啊！我操，跟他们拼了！妈的，不要命了！我操！拿头撞他妈的，这两个逼！快快快！冲一波，冲一波！你妈死了拉倒！我操！咬他的屁股，咬他的屁股啊！注意点啊，注意点！我上了，再走位一波。哎呀！